对 ，OK， 算了，他就跟我。你们三个人的这个戏中的关系，她是我女儿，但我很怕她，我讲话都会发抖的那种。我跟大哥，我跟他两个女婿情啊，对对对。你不是国民女婿吗？我怎么国民国民乐意了？我呢要有一场大哭的戏，哭不出来了。那个导演说：“哦，那歇会儿吧。”他突然间站在我面前，他说：“你要不要甩我一下手？”哦，我知道，他是来给我戏，他就一直看着我，他看到自己有眼泪了。那一刹那，我忽然就哇！好感动，你为什么突然间会走过来？因为我看见了，我在旁边等着，我一个人单独的在那儿，那段感情可能不如两个人一起冲撞的更好，更自然一些。这是小宝，马的演技怎么样呀？在没有拍之前，我还在就是怀疑的心态，怎么拍？结果真的摇指头啊，踢人啊，撞人啊，起扬啊，都很好。导演花了很多心机。哇，导演，三位老师，我那边已经准备半天了，拍电影吧，走。师徒乖乖，来，有人访问你，来吃我袖子。刚刚大哥说你演技很好，你看，乖，你看多乖。